带上你的爱呀去新疆，我开始想的时候现在就是往地里扫化肥，等会浇水吗？嗯，没事，没事就行，马上浇水了。嗯，这两个都是你压的？嗯，是这一个。你们这儿种了多少亩地？40多亩。40多亩地了，那你们用肥料怎么做？肥料不说十几吨。十几吨。有几种肥料就是和在一块儿，还有嘛。那个五毒王后，然后就是然后三个万一般的那个，那个大树嘛，一般铁条的，你说什么？小一下，就一般，一棵树就一般。一般不一样，大的嘛多一点，小的嘛小一点。嗯。这个小树嘛，一般的20棵苗树。这个大树嘛，你浇水、浇水，那个农药水。那那个啥？你们这个牛粪呀、羊粪啥时候用的？哎，好像用了，现在地湿了，吃进不来。这个20相分时间嘛，上的羊粪、牛粪。嗯，也就是说，水干了以后再上一次啊。5月份。5月份是吧？五月底。就是上了20分嘛，第二轮。你们也种棉花？没有，今年是不种了。去年种棉花。去年种的。今年嘛，全大家的棉花不种，种啥？种的包子跟那个谷子里嘛，杏树，这里嘛就在那杏树。包谷、杏树。哎，你们这边鸡蛋牧场在哪地方？鸡蛋牧场在那边吗？就这个鸡蛋牧场，这就是鸡蛋牧场。现在已经。那个棉花干。长时间嘛，一圈就没有了。嗯。香了吗？那不是。香了吗？